路上挤满民众，中央社记者拍下照片，标题写着50万群众喊罢韩，却被韩粉转 po 质疑路牌太过集中，根本是 P 图造假，气得中央社发声明扬言提告。中央社五点声明强调，照片绝无造假，路牌会集中是因为长镜头拍摄的压缩效果，反驳不实指控。有民众干脆点开 Google Map 接警支援，说现场路牌确实拍得出这样的效果，回到现场确实也有同样路牌。很丢，我们的那怎么了？挺韩游行，主持人喊出现场30万人，但空拍画面出发地奥斯底公园周边人潮稀稀落落。主办单位宣称有35万人，数学老师实算打脸。那一般我们游行的估计人潮，一般都是用每平方公尺2到3个人做计算。那所以假设说里面一棵树都没有，然后2到3个人以3人为计算，最多也到30万人，但是。公园不可能没有种树啊，公园里面还有湖啊，公园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是不能站人的，所以35万人应该是很难达到的一个高标准。奥斯底公园周边3大块面积约10万平方公尺，扣掉公园树木和遮蔽物，大约剩下7万平方公尺，以1平方公尺平均可容纳2人来看，最多只有10万多人，哪来的35万人？挺韩游行官方宣称突破30万人，但被揭穿数字碰轰，实在好糗。三立新闻报道。